Yeah. Hey. Look. Pick up your phone, I need your attention. My girl so bad, we call her detention. I am so glad we moved beyond friendship. I am so glad your mama liked me. Sweat up with Cupid, told her fight me. I stole your love, he shot my heart. I'm losing breath, it's getting dark. I think I might need CPR. Tell me, do you love me like I do? Tell me what you willing to prove. Cause I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Hello， 大家好，今天这一期视频呢是购物分享，那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买到的衣服，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小众鞋子跟包包。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身上这件蕾丝的 T 恤呢看起来非常的清爽，然后也是我这个夏天一直在找的，没想到快过季了才发现。那这件衣服呢除了本身有点透以外，其他方面我还是蛮喜欢的，包括它的袖口的细节，还有一些蕾丝的区分都做得非常的细致，然后穿上去的感觉也是比较凉爽的。那如果你里面穿的是 new bra 的话，其实直接可以看得到里面的，所以我刚才进去换了一件无肩带的小背心。牛仔裤的部分呢，它是一个89分的微辣牛仔裤，所以在下面配一双靴子可以露出靴子的一部分，可以让全身搭配看起来更有层次感。那这一件皮衣是这种奶茶色的，摸上去也非常的顺滑。这个材质是 vegan leather， 所以是人造皮革，也不伤害小动物，包括它的重量也不是特别的压身子，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不错。这件衣服呢本身它的扣子也是和它的衣服颜色是一样的，所以穿起来之后呢整身的搭配还是比较和谐的。它这边没有口袋，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方便。我平常穿外套还是比较习惯时不时手放到口袋里面也放一些东西，所以这件衣服呢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口袋这个问题。这件吊带呢我看到它是两边拼接是不同的颜色的，春秋季节就可以在里面穿一件白色的长衬衫啊，或者是简单的长袖可以进行一个搭配。接着再来吐槽一下我买的这条裙子。那这个裙子呢在官网上面看的时候就感觉像迪士尼在逃公主，然后颜色是杏色的，我也特别喜欢，但是买回来的时候我就是连烫都不想烫了，因为它就是整个皱巴巴的。裙子本身比较蓬松比较透，所以穿起来会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然后背后呢其实还蛮好看的，两个袋子，然后你可以绑上背跟下背，然后中间会有这个蝴蝶结的装饰。它上身之后呢也显得人比较臃肿，也会偏幼稚可爱一些。这个墨镜我最近收到还蛮喜欢的啊，它的形状呢其实还是比较经典的那一种。然后戴上去的话就是它不会大面积的遮住你的脸部，戴上去的感觉就是还蛮舒服的，然后整个调性也比较小资，然后看上去呢又可以跟传统经典的款式来区分开。好啦，衣服的部分就介绍到这里，那如果大家对小众包包鞋子还感兴趣的话，那就接下去看我的视频吧。Hello， 我回来了，那么晚上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小众品牌鞋包开箱环节。Paco 这个品牌呢其实在前两年的 Instagram 上面也是挺多人在背的，实物看起来也很好看哎，做工都很精细的，因为它本身就是 bling bling 的，所以呢在穿搭上面搭配它来说也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亮眼的部分。这个包每一个亮片之间呢都有小圆环来进行一个衔接，整体看起来还是蛮精致的。这个大小呢可能就是你可以放一个手机，然后还有小卡包还有钥匙这样子。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包包打折的时候购入会更合适一些，然后它没打折之前大概是1000欧我记得，类似同款的包包，然后呢这个打完折之后好像是大概500美金这样子的价格还会更合理一些。这种亮片包呢有一个比较不能避免的缺点就是你在用它的时候可能就很容易在上面留下你的指纹，你留下的指纹也就是构成你行凶作案的证据。这款包包呢是一个在伊斯坦布尔的设计师设计的，从这个包包的形状来看呢它走的是一种比较复古经典的款式。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这个包包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他给了我们一封信，还有一个丝绸做的，这个袋子很好看哎，不知道镜头里面可不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瓶子，然后把星星洒满整个夜空，这下面还有一个小家，这个防尘布做的还蛮用心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信里面有什么。这个信里面呢是放了这三个卡片，然后这两个图案是防尘袋上面的。这个卡片的背后呢是大概有在说这个品牌有和不同的一些艺术家进行创作，这一季的合作呢是叫做夜幕降临，然后并且表达了品牌就是很乐意并且感到很荣幸可以和这些艺术家进行合作。那这款包对我来说呢，它的包身有一点重，所以呢出行的时候本身不再放东西的情况下都有一点偏重了，所以携带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去逛街啊，这个就不是那么适用了。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双呢是一个非常平价的小众品牌，这个鞋子呢我当时在网站上面的图片看到比较简约，然后我很喜欢它这边鞋带的这个交叉设计，作为一个凉鞋，然后它在细节的处理还是比较好看也比较特别的。这双鞋打折之后大概才20-30美金，超级便宜。有一点点不足的地方就是它这边的衔接处会有一些线头，所以呢穿之前需要就是自己修整一下。噔噔，终于开到了最后一件单品，然后这个单品呢其实是我买给男朋友的，他这顶帽子是跟那个 My Teresa 合作的，独家出的，我不知道他们自己家官网会不会有这一款。我当时在官网上看到的时候没有发现后面有很明显的 logo， 因为我自己个人是不太喜欢有明显 logo 的东西，但是它这个颜色配色真的很好看，实物的质感也非常好，还是蛮喜欢的。当然这个 logo 部分呢还有包括它的这个走线和金边都是做得非常精致的，所以呢也可以在你的搭配上起到一个加分的效果。好啦，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购物分享，你们都有买到什么比较满意的单品呢？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